花甲乌城市吼，啊两个市场在去看。是阿妈那走着乌条来了，恰到脑壳一个道理，是因为咱人生作对，从前太迷失伫内底，所以看古早，哎着恰到脑内底是伊个心作对个事情，是从写这个，这个三百多年来看见风太松的，然后就用开始一个这个用理解理解心的开始，几种方方去看。啊，四个鸟啊，伫树仔顶是惊到，伊个是一直是个叹闹声，但无安尼高个种，就做安尼。